又惹什么祸了？乌冬又欺负乌云，我看不过，和乌冬打了起来，被四监罚跪，还不准吃午饭。四监过来了。一禅啊，平时为师对你的教诲你都忘了吗？就算乌冬做错了，你可以好好教育他，怎么能打人？你答应了吧？当然，我比他高。还敢狡辩，真是冥顽不灵，毫无慧根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哎呀，你这小和尚还敢狡辩？什么四监不公平，只罚你不罚乌冬，你打人还有理了？看来寻常手段已经不能点化你了。你给我起来，跟我进屋去抄五遍金刚经，从根源上解决问题。师父，四监走了。走了。一禅啊，师父虽然不让你罚跪了，但是你金刚经还是要抄的，以后不许打架了，知道了吗？不好，我佛扬善意惩恶，我下次看见有人欺负人还是会管的。哎，那为师教你两招防身吧。